为他们真的是卖得非常好，好到不行。所以这个背心我就不说了，这是妞妞独家设计的背心，然后款式呢四个颜色。今天粉丝有问妞妞说，四个颜色到底哪个颜色卖得好啊？跟大家讲哦，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均，所以我只能回答你非常平均。那如果你要我推荐的话，妞妞个人是买蓝色跟白色，但是呢，很像粉丝的喜欢程度是灰色跟粉色，所以真的有点难选。那这个我就不再介绍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如果你昨天没有买到，今天赶快去买，因为这个昨天我已经介绍过了，介绍非常详细，已经扫光的程度了。好，那我最后只我不穿，我只讲它的材质。它的材质跟版型都是妞妞独家设计的，然后面料是选用超弹的螺纹面料，这个面料是新的布，所以之前有买过我们家螺纹面料，绝对没有买过这样子的螺纹布，这个是妞妞新找的布料，所以是非常的弹，来弹弹端一端一端，这一路可以拉到 XL 都没有问题。好，这个我就不介绍了。